穿着黑衣牛仔裤的女子倒在五米深大排水沟旁的土堆上，无法动弹，表情痛苦。消防人员出动器材，把人固定在长背板吊挂上来，立刻推上救护车送医。就是只有那个腰部及肩颈疼痛，然后双脚觉得没什么力气。伤者是28岁蔡姓女子，10号上午10点左右和友人开车行经苗栗头份市水源路时下车，在路边停留。女子原本坐在护栏讲手机，没多久突然人就往后倒，摔进5米深大排水沟里。友人见状，连忙打电话通报119救援。讲手机了，讲手机。坐在那上面没有注意掉下，我都讲了路神了。女子疑似讲手机太路神，忘了自己坐在大排水沟护栏上，一转身瞬间坠落，幸好下方是土堆，女子全身多处擦伤，颈椎、腰椎和尾椎挫伤，意识清楚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三星五蔡文苗栗报道。